做秘书长是以前没做过总统府秘书长，我是曾经当过民进党的秘书长，县长是所长，秘书长是跑腿的跟班的。哦，所以你还是觉得秘书长服务性比较强一点。对，不过因为县长全国有25个，总统秘书长就只有1个，这个爽，这个爽，还是蛮神奇的。对呀，这也不是神奇，而是这个自己过去没有的经验，人生也是追求新经验啊。发现这些听爵士音乐的人啊也把手握起来，结果也跟着冲冲冲。那秘书长现在哦，即使对政治不了解，年轻人都一定会模仿他。对，稍微来个几下。打给后，我是苏丁秋，冲冲冲！你要唱是吗？对，就是大家多少就是会模仿。哎，你模仿的也很像哎。谢谢。那你今天哇，真的厉害厉害！你今天他本人，你有觉得他嗓子有这么哑吗？有，我觉得他今天好像有一点驚，因为我就想说他讲话手没有这样啊，他本来就没有这样吧，也没有摇屁股。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手势出现？可能好玩，漫画版的苏贞昌啊。可是本人看很可爱。真的吗？嗯，你这是安慰我的。是不是第一次有人用可爱来形容你？对，从小我没有什么可爱这两个字，也没有什么英俊潇洒，最多说我长得很性格。哦，很可爱的，我看。还在更大吗？我刚快要站起来了。妈，秘书长讲 A 的。我现在坐着站起来，这是你自己不知道想到哪里去。智慧消音，这样吗？对对对。有什么关键字？我不知道你的笑话里有没有关键字啊。啊，讲笑话，其实大家知道我当过两个县的县长。对。那。其实最能比较台湾有很多习惯都不太一样，比如台北结婚嫁女儿是请订婚酒，南部屏东是请回门宴，接着结婚第二天才回来。那屏东女孩子出嫁到北部来，那回门宴第二天姐妹她坐一桌吗？就问说，哎，北部跟南部有什么不同啊？女生不晓得怎么讲，被扭扭，供啊供啊，结果那女生才说，从小到大我们睡觉枕头放头下，那一到台北，他先生一直叫他把枕头不要放头下，要放屁股下面。了不起，很好笑。有没有要消音的地方？没有要消音啊，很健康的黄色笑话。好干净哦。还有没有？好棒哦，哇，害不得，对嘛？打败皇后就是要不低级，对不对？就是这种没有脏字的就很厉害。还有脏字哦，嗯，所以人家讲说讲笑话常常就是比较粗啦，嗯。那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大学上课，那常常老师讲课讲完了，考试也完了，轻松一点啊。老师讲笑话讲笑话，老师说不行了，讲笑话都是比较粗哈，黄色笑话。女生说没有关系啊，老师粗没有关系，不要太长，太长受不了。哎，他为什么会？一下站起来，一下太粗太长，在干嘛？不是，受到惊吓是我在机场。一般的那个幼稚园小朋友冲过来抱着我的腿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赶快来！冲冲冲，在这里照相照相。”路人甲，那不是苏县长吗？我的天哪，我好支持你啊，县长！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可以。你要誓言保镖把我拉开，县长，求你不要走。大姐好了，不要走。走开！你们要认爸爸，要干什么？县长，县长，县长。哎，他对神经病有自动免疫系统，他不会跟你吵。哎，好理智，他就只是这样。哎，对，通常支持者没有这样，县长没有这样。那我们就怎么样？不然我当县长好了。一下，这个我半点都不像，而且你不像县长，因为我这边比较黑一点，所以你车上吃饱了吃便当，吃便当，所以即使是高级官员也是吃便当哦。你吃便当这要比赛的，我觉得阿扁总统吃便当技巧就比我好。怎么说？哎，我们两个也曾经在车上啊，在飞机上啊，两个人就吃便当，我觉得他吃的比我快，而且他不挑嘴。
不挑嘴的意思是他什么都可以吃，我是完全不能吃辣的。那所谓要技术，是因为你想想看，在时速100多公里快速行驶的车上吃便当，他要是一个紧急刹车，你就满脸。所以要怎么样稳？即使刹车，也要赶快就是用力量控制。人姿势会变，便当不能变。紧急刹车，赶快回来继续吃，继续吃。对啊，你请教县长啊。算了，那怎么问呢？那现场你洗头还要用洗发精吗？其实我不用洗发精也精很久了，我现在是用面霜。你在讲真的吗？你在骗我们对不对？其实头发虽然越来越少，面子就会越来越大，所以现在脸的比例越来越多。是啊，哎，你们那个康熙来了。